感谢观看，远观看此视频的您，永远健康、幸福、快乐。作者：巴希尔。从2010年底开始，政治风暴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，突尼斯、利比亚、埃及、也门、叙利亚、西亚、北非多国相继发生政权更迭或陷入战乱。然而，有一个保守封闭的君主制国家，却逃过了这场劫难，这就是沙特阿拉伯王国。实际上，二战以后，中东历经大大小小无数次战乱，沙特却能基本保持政权和社会稳定。原因何在？20世纪初，阿拉伯半岛上的部落领袖通过与奥斯曼帝国和英国斗争，获取独立地位，于1932年建立沙特阿拉伯王国。沙特阿拉伯王国然而，独立之初的沙特贫穷落后，全国近 60% 是游牧民，他们风餐露宿，追逐水草。那时没人能料到，近十年后沙特会成为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。黑色黄金，普惠国民众所周知，石油从根本上拯救了沙特。但是，石油美元并非直接从油井里喷出来的，欧美的石油垄断企业一度把石油价，1973年，石油标价每桶仅约3美元，在今天看来简直等于白送。经过长期斗争，沙特等产油国部分夺回了石油定价权。1980年，沙特终于实现了石油工业国有化，同年油价上涨到每桶34美元。次年，沙特石油收入突破千亿美元大关，再到下一年，沙特的人均收入达到 1.6 亿美元，超过了美国。沙特首都利雅得在石油资源恩惠下，当代沙特近似于福利国家，从小学到大学，所有教育全部免费，教科书和上学交通费也全免，沙特公民享受免费医疗、看病、吃药、住院分文不收，政府还资助病人出国就医。住房方面，沙特国民还要花钱，但可以和政府申请无息贷款，数额是建房费用的 75%， 或要在25年内偿还完毕，还可以再获得 20% 减免，这和免费分房不差多少料。抛却住房、教育、医疗这三座大山，沙特国民生活得相当惬意。伊斯兰教三大圣地之一，沙特的麦德纳据统计，每年出国旅游的居民占总数的 40%， 花在旅游上的钱折合400多亿人民币。财大气粗的沙特游客成了瑞士旅游业的支柱之一，平均每人每天在瑞士的消费折合人民币3000多元。沙特人的奢侈不仅仅体现在挥金如雨，中东的区气候干旱，沙漠密布，水资源有时比金钱还宝贵。但是沙特人均每年消费水资源950立方米，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00立方米近一倍。为了满足用水需求，沙特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水淡化工业，30座国有海水淡化厂不停运转，每天要消耗150墨桶石油。沙特菜肴用水尚且如此，饮食方面，沙特人更不会亏待自己的舌尖。绿洲农业不能保证3000多亩沙特居民的食品需求，许多农产品来自进口。沙特从澳大利亚、新西兰买回冷冻牛羊肉，从欧洲进口奶酪等奶制品。曾经的游牧部落，如今相当于把全世界作为牧场，林林总总的生活保障，大大提升了国民满意度。沙特在阿拉伯诸国中一直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。2010年11月年阿拉伯之春爆发的关键时刻，沙特又及时发送一系列大礼包，安抚了民间情绪。沙特政府宣布，公务员、军人额外多领2个月薪水，失业青年每月可获得530美元补助，给50末户家庭提供合计660亿美元的住房补贴等，用于改善民生的资金超1300亿美元。当然，在沙特政府看来，这笔维稳费还能承担得起。2011年，沙特居然实现财政盈余约816亿美元，似乎再发一波福利也超超了爷。金碧辉煌，阴影暗藏有光明的一面，自然就有黑暗。尽管表面繁荣和周边诸国形成鲜明对比，但阴霾同样出现在沙特的天空上。沙特国民收入水平较高，可是差距也相当悬殊。根据2011年财富杂志，1225名沙特人持有2270亿美元的巨额财富，王室成员尤其奢靡。现任沙特国王萨勒曼沙特一王子订购的空客 A380 豪华客机，造价 2.4 亿英镑，内部分为3层，不仅有豪华客房5套，还包含一个小型音乐厅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原沙特驻美大使坦言，和沙特做生意时4000亿美元的合同，其中500亿会成为王室成员的回扣。与此同时，另一部分人却挣扎在沙特社会的底层，那就是外籍劳工。
为了发展经济，沙特引入大量外籍工作者，实行按国籍定价的制度。沙特王室在沙特的外国人被分成四等人，欧美、日本为第一等，埃及、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为第二等，印度、巴基斯坦、东南亚国家为第三等，孟加拉、斯里兰卡等为第四等。同样的工作，工资能相差四五倍，外籍劳工处境恶劣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。2011年，一名印尼女佣因遭沙特雇主虐待，将女主人杀死。沙特根据本国法律，判处女佣当众斩首。印尼政府愤而暂时终止向沙特输出劳工，而当时在沙特务工的印尼人多达120莫。当然，沙特本国人高居四等之上。2012年沙特劳工部统计，本土雇员平均月收入折算人民币近6000元，而外籍雇员不到1800元。沙特女性，但这种政策也不一定针对沙特人有利。2005年，沙特出租车司机就曾在首都集会抗议来自巴基斯坦的廉价劳动力，对该行业造成强烈冲击，暗流涌动，矛盾重生。正因为存在实际的社会矛盾，在阿拉伯之春背景下，沙特也发生过小幅震荡。2011年初，部分沙特人在 Facebook 上创建页面，号召民众举行愤怒日游行，但小规模抗议很快被驱散。更严重的是，由于社会宗教氛围浓厚，沙特民众中间很容易产生极端主义的土壤。本拉登根据民意调查，25到41岁的沙特人中 95% 对本拉登表示同情。仅2010年3月到11月不到一年，沙特就破获了19个恐怖团伙，逮捕基地分子嫌疑人149名。此外，沙特高层争夺伊斯兰世界霸主的雄心未曾止息。沙特与伊朗长期对抗，装备料中东的区最强大的导弹库。2010年底阿拉伯的驱动弹开始后，沙特先出兵巴林遏制其内部什叶派穆斯林的抗议，后又干涉也门内战，同胡塞武装较量。阿拉伯之春，然而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并未将沙特军队打造成中东劲旅。面对装备远远落后的胡塞武装，沙特率领的阿拉伯联军竟吃了不少苦头，至今也未能平定也门问题。总之，沙特凭借石油福利平稳地度过阿拉伯之春，但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潜藏住诸多国际国内矛盾。沙特空军究竟在21世纪延续政教合一体制，亦或实行温和的政治社会改革，还是发生剧烈变动，对沙特而言是道沉重的历史选择题。再次感谢，喜欢的可以订阅哦，感激。